不可思议。两个月后，奇迹就出现在林成雪身上，她的病竟然好了90%以上。她也因此更加相信因果业报，于是便发誓永远不再杀生作恶。弘扬佛法，利益众生，尽在生命电视台。接下来请收看经典佛曲。Thank you.
Sampai jumpa.
Nah.